是谁吃五碗牛肉面啊？牛肉面，五用面他说给你提醒，不能队长，我是哎呀，他都队长都搞不清，那牛肉面店的老板现在是我哦，重新装潢又变账。 리모델링 하셨대요. 真的 很漂亮. 爸爸，爸爸，OK，买爸爸，and call Jackie爸爸，free，and 1 2 3，爸爸。所以去吃牛肉面不用钱了，竟然去过我的故乡台南，而且他们竟然一口气有一个人吃了五碗老坛牛肉面，一起来欢迎AP大家，Four Metal Jacket。 Introduce yourself. 大家好，我是 Apex 的队长魏。队长，队长，大家好，我是 Apex 的主唱阎王。主唱，主唱。大家好，我是 Apex 的 Paxson。 大家好，我是 Apex Aiden。 大家好，我是 Apex 的 Mew。大家好，我是 Apex 的 Amin。 大家好，我是 Apex 的 Jeff。大家好，我是翻译陈浩。陈浩，耶！
他们有去台南参加那个跨年演出啊。对，我去台南呢。행사가셨잖아요。台南的美食是全世界最棒的。台南도이제맛있는도시라고불리는도시잖아요。是谁吃我五碗牛肉面啊？牛肉面。그우영면다섯그릇드신분은你呀，队长。我是。哎呀，哎，他队长都搞不清楚，那牛肉面店的老板现在是我。哦。那个建筑物啊，牛肉面店它三层楼，那我就把它整个买下来。Rich，Rich， 台湾 Rich man，Yeah，Rich， 台湾数一数二的有钱人。Super rich， 台湾那时候现在1%부자세요。Super rich， 啊，重新装潢又变账。리모델링하셨대요。真的很漂亮。爸爸。帮我翻译一下，那将来百年身后，我会把我的财产分成八份。哇，八份这么好，有人知道来台湾有人知道。然后这八份的遗产，哎，通通拿来作为公益所用。最后一个问题了，好吧，你帮我翻给他们一下，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艺能界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很讨厌？最讨厌会不会很讨厌？翻译搞得跟他们团员一样的。연예계에서활동하시면서가장싫었던일은혹시통역사가너무잘생겨서싫었던적이있나요？有点讨厌。还有造型，还戴帽子，还穿着皮衣。Styling 까지는뭐과하게하셨对，而且站起来还不违和，功高震主嘛，对不对？你是不是会跳他们的舞蹈？一定会的啦。蹦蹦蹦，是不是会？안 Apex 안 玩냐고물어보셨어요。是是是。팬분들이너무잘생겼다고질투아물전화번호알려달라고했어요。对嘛？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说啊，他这个看起来讨厌以外，来抢他们的风头。怎么样？我的韩文是不错，超棒，超棒，超准确。我吃饭一模一样的东西，他完全放弃治疗，放弃翻译。今天我们的 EPEX 他们来到节目当中，他们表达了极大的诚意，他们竟然要唱，真的假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Are you sure? Who? 这个是中文呢？哦，对，그렇습니다。제가이제그중국어그대만의유명한또상견이라는노래 OST 중에어샹젠니来来来来，那我们就唱起来了，为许来演唱的。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沟万沟，时间线里，人海里想你。只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啊和我一样，再等待一句我愿你。哇，好厉害，唱歌超标准的耶。遗忘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末日之恋。哦，遗忘，是的，中国的谁要说的？我遗忘你吗？你来呀，来来来，唱给我！哎呦，这首好听哎！哎呦，黑夜降临，第二波我爱你，末日前夕，情侣在我里，我在这世界记载你那些记忆，只是想拥抱你。谢谢。